我其实也特别想聊一下这个球的事和目前这个行情，我认为有一点点类似，就是我的感触啊，我这很多年前的感触啊，因为当时我还是去，国外啊，去国外的时候呢，就是看到别人的操场，还是这种土地啊，土的，人家其实是发达国家，还是一个土的这种小学的，我就想起那时候我小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都操场全是土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爱去踢球去，然后那时候我们一跑一跳，可能也会。膝盖呀，各方面也都会受伤，但是觉得很平常，脏就脏了，对吧？但现在我其实看到大部分，包括我孩子的这个操场，都是这种特别新的这种胶粒的地儿，就是你磕磕碰碰的，可能这种逆伤啊，不像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阶段。然后呢，哎，我其实以前特别爱看球，那个时候包括像新农坛的、北京国安那时候的，那然后我在。这上周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咱们所说县区级的把北京国安给踢倒了，这个其实我觉得挺悲伤，就是逆伤，就是在目前看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。你同样一个道理，现在这个市场的一个下跌，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下跌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它给我们的逆伤，给我们对于下一阶段市场的反弹，你能够经历过多大的苦，那可能你能够。受得了多大的上涨，或者说多大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幸福，就是你没有经历过痛苦，你说你天天就想着上涨，我觉得也不对啊。这个就是说，这个阶段不仅仅是我们看到市场的这种持仓啊、操作策略啊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它能够磨练你对于市场的一种，我认为这种逆商的提升啊。这个其实为什么我在想，很多的时候这些投资大师们在讲。如果说你想成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，你至少经历过10年的一轮牛市到熊市啊，这样的一种波段，你可能啊从得到到失去啊，再到得到的一个过程，可能慢慢的、慢慢的，你能成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。所以说我从球这块，我就想起了这个逆商这个事情和整体这个操场的对比。目前我其实看不到咱们国足的希望，这实话实说。